刚才的情况，你们也知道了。月明啊，我不允许你再跟施继周有任何的来往。希望你们兄弟俩一条心，帮助郎立春渡过这个难关。月轩呢，生意上的事情，你比月明熟，要多提点他。月明啊。 你是大哥，要有大哥的风度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凡事呢，会向月轩多请教，多向他学习的。爹，我觉得郎礼春现在应该放弃品牌，回笼资金，找一些代工的小工房来做工。这样一来呢，可以做最后一搏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太被动了。不行，我们郎礼春卖的是信誉。 要是找一些小作坊，我们就无法严格监督。如果出了问题，虽然跟我们无关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坑害捧场的百姓。是爹，您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欠缺考虑了。看到你们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遇事多商量。我到了那边，要是忙得脱不开身的话。 我会让全叔跟你们联系的。爹，您放心，您不在家的日子里面，我和月轩会好好努力的。月轩，海棠娘的事别太在意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让海棠节哀吧。 不用送了，郎礼春的事情，我跟他们兄弟俩已经交代好了。嗯，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嗯，老爷放心。静静，要听话。嗯。妙兰，好好照顾你娘。是，爹。走了。 听清楚了，没有我的指示，谁都不准轻举妄动。好，月明啊，这阵子可要忙坏你了。您是故意让我爹离开的吧？这样不好吗？省得他在。 让你碍手碍脚的，等他回来之后，郎礼春的一切步入正轨。到时候你用事实证明给他看，你这么做是对的。那你打算让他什么时候回来？那就得看你了。看我？嗯，郎礼春早一天把控在你的手里，你爹就能够早一天回来。你不用担心，我相信。 你完全有这个能力掌控郎礼春。月明啊，嗯，月明，趁你爹不在啊，你可要豁出去干，否则你怎么超越郎月轩呢？嗯，太太，外面来了警察，他们谁叫郎月轩？ 我是郎月轩，怎么了？有人指认你纵火，你需要跟我们一起回去调查。你说什么？搞错了吧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，凭什么抓人？是啊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进门就抓人，谁跟你们的胆子？有人指证是郎月轩，郎月轩就是你，没错吧？我想问一下，谁是我纵火呀？带走！哎哎哎，走！不行，不要妨碍公务。哥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。月轩，哥，月明，娘。 快去找墨画，快啊！我知道了，是他吗？是他，没错。说说，什么情况？
昨天晚上我出门撒尿，看到这个人翻墙进了院子，没过多久火就着起来了。深更半夜的，你怎么确认就是他？我眼神向来好，而且当时月亮很亮，我看到他一直在死者家边上转悠，而且着火以后还在喊捉贼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放屁！老范，你到底谁派来的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带走。老范，走。老范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帮你办的事还算明白吧？明明白白。你说也巧了，哼，正好叫朗月轩碰个正着，该着是他呀。哼，老天爷要帮你啊，运气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不过我得问你一句话呀，你跟月轩毕竟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你这么干该不会以后又会反悔吧？不会。这就对了，做大事得狠下心来。可是叔，你觉得月轩他会不会死啊？你想他死吗？月明啊，我之所以愿意帮你啊，那是因为在我心里头一直藏着一个秘密啊，我始终不愿意把它说出来，但我现在必须要老实地告诉你。说，您说。朗月轩并不是你爹的养子，他是你爹跟个丫鬟生的孩子，他同样也流着你们朗家的血液。现在你应该能够知道为什么你爹处处护着他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些事情连你娘都不知道，他骗你娘说那个孩子是捡来的，而那个孩子的娘最后却成为了我的女人呢。胭脂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？我不想骗你。其实我怀了冷四年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我怀了冷四年的孩子。你怀了冷四年的孩子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嫁给我？我求求你放我走吧，朗家给我的钱我分文不要，我全都留给你好不好？你给我闭嘴！朗四年的孩子，我接着朗家穿过的一双破鞋，还带着一个拖油瓶，哼，最可悲的是那个女人的心根本就不在我的身上，她一直跟着朗思年偷偷地背着我不断地约会。这些事情千真万确，我不可能拿着我的丑事来编个谎言吧。告诉你这些就是要让你知道朗里春最后由谁来做主，
现在还说不清楚呢。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，才能挽回败局呢？我不想把自己搞得这么被动啊。就按照咱们的合作方式继续下去，只要你能够把郎礼春给他盘活了，那你的地位就自然稳固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但能够 替代了朗月轩，还能够把顾海棠给抢回手啊！哎，可别跟我一样啊，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后却落在了别人手上。叔，您说的有道理。不过月明啊，我虽然愿意这样做，但我不能白帮你。我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共赢，咱们生意人 利益就得先摆在眼前，只要你替代了你爹跟朗月轩，咱们就可以一起创造奇迹。这个我明白，叔。袁明啊，我欣赏你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呢。虽然你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，但却磨练了你的意志。 我看好你，相信你一定能帮郎礼春发扬光大。郎月轩的命也许能够保得住，但他跟顾海棠就不会再有结果了。我真是不明白啊，天底下的女人那么多，为什么你就那么偏偏在一个顾海棠呢？ 我只是想把朗月轩从我手中抢走的东西给抢回来。月轩，月轩，你没事吧？我一听到消息，马上就赶来了。你受苦了。 我没事，放心吧。走吧。哎，对了，老范呢？您找老范干嘛？老范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好像是心脏病，老毛病了。怎么了，月璇？这下麻烦了。 月轩放出来了，嗯，他怎么还跑去放火来着呢？啊，对呀，我也不相信月轩会是去海棠家放火的凶手。哎，不过指认他是凶手的那个人已经死了。
玉轩现在暂时没事儿，可是这个黑锅他背定了，顾海棠肯定把他恨死了。是啊，是有人想让他死，要不是你啊，我才懒得管他这些破事儿呢。他朗月轩他就死定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什么话？他把我女儿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我巴不得他从此消失呢。你就这点度量？你呀。 执迷不悟。不过，这指认岳轩是凶手的老范莫名其妙的就死了，这肯定不是偶然事件。在昆阳，能办成这事儿的，恐怕只有您了吧？你放屁！这是有人要搞死他。哎呀，这朗家要垮了，昆阳要变，你也该收收心了。我们龙家。 也是自身难保啊！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，啊！翻墙进去的，可惜我没看清楚他的脸。我当时正好闹肚子，所以赶紧去了茅房。你能确定吗？ 能确定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他们家二小子，后来着了火，我才猜到可能是那个人纵的火。太可惜了，他们一家都是好人，如果要是抓到那个纵火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一定要剁了他的手。好，谢谢您，您回吧。 你可回来了，娘，多亏了莫坏啊！菩萨保佑，吓死我了！我没事儿，放心吧，娘。别再让娘担心了，我最近这右眼老是跳，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妙兰，明早我要去拜佛烧香，祈求佛祖保佑我们朗家渡过难关。你记得准备点心供果啊！我知道了。月轩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 你们兄弟俩要互相帮忙，咱们朗家人要上下一条心呐。月轩，我只希望呢，你不要把爹的话当成是耳旁风。爹已经跟我交代了，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经过我的手。再说了，你最近惹上了一些麻烦，这外面的事。 爹是这么说的吗？爹什么时候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你觉得爹要怎么说呀？说话要注意点，别伤着人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顾海棠，我一定会得到你。 我们跟朗家无怨无仇，可朗家却害死了我娘。如果今天朗家不给我们一个交代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我们和你们无怨无仇，可你们却害死了我娘。今天你们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快，快看看！海棠。
凶手，就是你害死了我娘。你还我娘！凶手，海棠，海棠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？什么叫误会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身上背负的是两条人命？你还记得我爹是怎么死的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要不是你心虚，你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海棠，夏荷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今天我朗月明在天鱼伯母灵前发誓，一定会为他找出凶手报仇。如果这件事跟我们朗家有关系的话，那我一定不会姑息，请你放心。太太，娘，太太，太太，玉轩，太太，大哥，娘，娘，娘，没事吧？娘，你没事吧？娘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为了稳定军心，我花了那么多的钱，这窟窿他怎么就填不上呢？大帅，眼下军心涣散，外围势力对昆阳这块地盘那是虎视眈眈，发不下来军饷，没人愿意为咱拼命啊！我去他娘的！爹，爹，你赶紧跟我走，去朗家。怎么了？朗家出事了，海棠现在把牌位都放到朗家门口了。我看啊，要再这么闹下去，郎家迟早会被趁火打劫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哪有那闲工夫啊？爹，你就帮帮忙嘛。我不去。要不你把枪给我，我自己带人去。你说你这孩子。爹，你就帮帮忙嘛。啊，小马在，你跟他去一趟。这孩子办事毛毛糙糙的，我不放心。哎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走走走，快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走。朗家，朗家，满嘴都是朗家，哼！去把他们赶走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说的是，这再怎么说，我们朗家在昆阳城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再这么闹下去，这个名声都被闹坏了。娘，这样好不好？你给我个机会，我出去跟海棠说，行吗？你去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火上浇油。我问你，海棠家的房子是不是你点的？哥，怎么连你都怀疑我？不是我怀疑你，是警察局有人说目击证人指证的就是你。那到底是不是你啊？那他们说是我就是我，你也不想想，我怎么可能去烧海棠他们家的房子？娘，鞭炮来了。拿鞭炮干什么？他们欺人太甚，拿着牌位堵在我们家门口，太晦气了，必须放鞭炮把晦气赶走。哎，你娘，我求你，天鱼阿姨尸骨未寒，您真的不能这么做啊！我求你了，娘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娘，你们真的都疯了。海棠刚失去了他娘，你们这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啊！行了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得上这些？你还嫌这个家不够乱是吧？现在就得这么做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海棠离开。夏荷，快！妙兰，你欺人太甚！大清霄，你来干嘛？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你们朗家没一个好东西，这笔账我以后一定要给你们算清。欺人太甚的是你们，顾海棠，我劝你赶紧离开，一身晦气，别在朗家门口撒泼。别，你们朗家都是胆小鬼吗？做了坏事不敢承认，找一个外人出来放鞭炮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你别不识抬举，顾海棠。你三番四次的骚扰朗家，先是骗婚嫁给大少爷朗月明，之后又勾搭上了玉轩少爷，几次被逐出朗家，
现在为了能够讹上朗家，又将失火丧母之痛与朗家联系在一起。顾海棠，你娘头七都没过，你就忍心带着他老人家的亡灵出来折腾吗？你让他如何能够死得瞑目，如何能够安心？我现在不想解释任何跟你们朗家有关的事情，我只想为我娘讨回公道。来人呐，接着给我放！谁在跟我闹？我一枪毙了他！走，走！后退！后退！后退！走开！海棠，你没事吧？多亏了你啊，墨花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太太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好好休息吧。我怎么可能放宽心呢？我早就讲过了，那个顾海棠就是我们朗家的克星，现在一切都应验了。那个顾海棠只要留在昆阳，我们朗家就不得安宁。月明啊，月轩，你们两个给我争口气，再这么不着调，我们朗家就真的完了。娘娘放心，妙兰的命不值钱，顾海棠他要是再来闹，我就和他一命抵一命。你这是什么话呢？你们够了，处处为自己着想，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事情着想，口口声声说为别人，其实你们心里装不下任何人，你们太虚伪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不要到我这儿来找我，你怎么就自己跑到我家里来了？石老板，我早就干完了，你也不联系我，我找了你好几次，今天是迫不得已来你们家堵你。堵我？你担心我跑了吗？那就把我应得的钱给我，该办的事我都给你办好了，这房子也烧了，人也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咱们之间的事情是不是该捋捋了？我还能骗得了你吗？你放心吧，该给你的一分都少不了你。你实在是太沉不住气了。老温，啊，备车，带我取钱去。啊，哦哦，石老板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都在这儿了。这都是我的，石老板真讲信义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拿了钱之后走得远远的，再也别回到昆阳。那是自然的，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一定会办到的。那就好。韩先生啊，你办事情干净利落，按理说我就该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让你走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不过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也只好送你一程，希望你一路走好。一路走好？啊，不是，一路平安呢。石老板，咱们就后会有期。请。
你干什么？你打死了爹！儿子，爹要你干什么，你都肯干吗？我看看，拿着。啊！我打死他！爹！不！爹！我不敢呐！我不敢，爹！做大事的人就得心狠手辣。不！打死他！我不敢，爹！我不敢！打！我让你打！你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呀！打死他呀！打死他！你这个废物！我让你打！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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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！找个地方把他给埋了，做得干净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娘，你一路走好，就不要惦记我和夏荷了。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爹娘报仇的。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。不过夏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。是我考虑不周到啊，郎家可能已经知道你对他们有所防备了，所以就起了歹念，杀人灭口。是我对不起你爹，没有尽到照顾好你们一家的责任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从今以后你们的生活我全都包了，你们也不用再为这些事情担心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已经都看清楚郎家的真面目了。这些啊，都是他们早就已经安排好的呀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尘封了十多年的恩恩怨怨，在你们这一代，又要重蹈覆辙。欠下的，总是要还的。石老板，送走了我娘，我就全力以赴的去复原芙蓉膏，您就放心吧。你爹的心愿要了，血海深仇要报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你娘的丧事我来操持，我一定要让他老人家走得风风光光的，让他们郎家看清楚了，这件事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啊。谢谢，我们姐弟俩以后就无依无靠了，要多靠您照顾了。节哀吧，以后有什么需求尽管来找我好了。那我走了。好。姐，你说他说的话能信吗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欠下的每一笔债老天爷都帮咱们记着呢。
做大事的，就要不拘小节。你必须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受常人所不能受，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。爹平日里对你是严苛了一些，但我都是为了你好啊。我是你爹。 妙兰，妙兰，妙兰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团红色的东西啊？我刚才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就循着声音出来了。娘，你是不是看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？我听人家说，胭脂鬼就是穿红色衣服的。你别吓我！ 其实我也撞见过，那抹红色真的很吓人。娘，啊！